Hello，各位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游戏时光机，我是时空主任，哈，大家好啊。今天，那我们继续回到《暗黑破坏神4：圣修瑞亚》的游戏世界吧。Go go！Hello，去找女巫。不好意思，美女巫在家吗？我是不是见过你艾啊？伊莎，你就是高塔的女巫。克拉迪姆，我以为你已经出发去那座堡垒了。是了，不过我有点问题，我需要你帮忙。我为什么要帮你们？因为我们都想杀了伊莱亚斯。是这样，没错。但修理灵魂石是为了莉莉丝，这不关我的事。我要的不多，只要有水银，还有你的工具就好。简单的要求通常都不简单。我想你也知道，但是你从安达利尔的召唤仪式把我救了出来。我的工具你就拿去吧。但你们得去瓦沙那边拿水银，去找他，他就会给你们需要的东西。瓦萨是谁？她是有做生意的姐妹，但可不要把我们当成民间故事里的女巫。瓦莎不是药水小贩，去见他的时候要小心谨慎。也是女巫就对了。那为什么能回来？我做出了选择，你们会让伊莱亚斯变回凡人，我会把他欠的债讨回来。用女巫的手段是吧？类似诅咒之类的。赫拉迪姆世世代代都在研究灵魂石。我已经研究超过20年了，穷尽圣修亚瑞的所有文献，也找不出我们不知道的知识，只能祈祷奇迹发生了。那这就是你期望我做到的吧？不没是错，交给你了。吗？对呀，赫拉迪姆，呵你呵。对我有什么看法？我到过，应该说命运让我在斯格伦待了好多年。在我儿子出生以前，我从来没看过像你这样的人。听起来或许有点怪，但你让我想起自己以前年轻喜欢冒险的样子。然后惹上麻烦吗？然后相信我可以战胜他。这个感觉有机会发展出 CP 哦。对，我也很遗憾。真的。如果我有写信给罗拉斯，然后待在爱德海姆，如果我把尤林培养成学者，而不是战士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这次都不重要了。1135，一只是看过地幕的状况了，他的病情没有起色，但他有问到你的事，也许你该亲自来看看他。只有在他身上才看到这萃，从叶子萃取解毒剂有望生效。哦，好厉害哦！下一个在哪里？OK，这是不是告诉我接下来要乱跑了？哎呀，也还好，应该是从这边走过去的。就先不管了，我们继续往前去找瓦桑。
欸，他有名字耶，他有词缀。房间边，别，不行，我们专心。掉下去又不知道要跑民国几年了，我们的主线 ，go。荒地女巫瓦莎。在最角角欸，妈，瓦莎的法术书，欸，杀手在瓦莎的小屋寻找进化水泥。那个预言存在我的梦中。圣修瑞亚永远无法获得救赎。先知做死尸骗徒，正人皆已堕落。伊莱雅斯说莉莉丝可以拯救我们所有人。他说的没错。根据预言内容，世人终将灭亡。但预言也没有提及死。圣修瑞亚之母会重返世间，他将人类变得和他一样的尊贵。完蛋了，瓦莎也是贴近莉莉丝一派的。啊，不管。宣言，我的姐妹们不明白是相对而莉莉丝的敌人。其实我们跟莉莉丝更为相近。那棵树或许不能受到永恒之战的牵连，但我们无法置身事外。我们的存亡将与圣修。对啊，之母息息相关。不是啊，你是不是？哦，你是不是有偷窥人家家里的怪癖？瓦莎，那太医莎不小心派你来送死了，他终究会知道追杀伊莱雅斯是多愚蠢的事。他也会明白莉莉丝才是我们的未来。是我打他吗？哇，我必须再等一下。这被砸到了。没事，我追着你打就好。我最不怕的就是这种召唤型。他人呢？不见了。哦，他的传送是会带火焰的。打偏了，我攻击还打偏了。我必须再等一下。现在旁边人越来越多，我就越容易打偏。
知道我无法逃离火焰啊，所以我没有想过要逃离火焰。嗯，折像。我必须再等一下。知道施暴后，我必须再等一下。想说那个人走过来路程怪奇怪怪的、啊，没有想到吧？拿大绝当闪躲技。啊！天哪！哎呦咻！差点没拿到。好，加在看那，哎，不能传送，用跑的。我们是遇到。我好像头一次遇到这种限制，就是不能直接传送回去的限制。之前有遇到过吗？我没有印象。也是。水银放进桌上的那个碗里。这是 T。波娜还好吗？之前更焦躁了。他失去了儿子，不愿接受现实，内心的悲痛时时刻刻都折磨着他。哎，没办法。我的姐妹怎么了？瓦莎不顾你们的友谊选择了莉莉丝，是伊莱亚斯说服她加入的。不会吧，她应该知道不能相信伊莱亚斯啊。引诱她的不是伊莱亚斯，是莉莉丝。她发现莉莉丝的想法很有说服力。瓦莎是我的老师，我的生涯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他指导我的，这实在是我知道这很难相信，我以前的网友自愿和莉莉丝同生共死，我原本以为那些人会更坚定一点，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继续努力修复这块石头，这样就不会又有人误信他的谎言。首先是水银在锅子里混合一些，哦，这边啊、哦、这边然后在哪里，让火再旺一点，转动转盘子两圈还是三次，再转一次吧。而硫磺，用旧来磨碎硫磺，不爆吧？
Kilim, Shashiu Kilim, Shashiu Kilim。失败了！可恶，这样没用。我们去外面谈。你看，我早就说了，我根本……他现在没办法应付这项任务。我们该怎么办？我觉得他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了。是啊，我们没办法消除他心中的疑惑，但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憾事，他的儿子是还有办法，虽然他应该不会喜欢。你要干嘛？你为什么要帮忙？你可以让我们自生自灭就好。每个人都会有需要旁人点醒的时候，那样才能战胜危机，只要肯去尝试就行。赫拉迪姆，过来这边。为什么？要做什么？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，沼泽中有个地方充满古老力量，我想那里对你有好处。站不停，全部撞过去。哦，好像在骑马，因为只要走过这种地方，真的是难受。怎么在这里解到这个？不行，赫拉迪姆，你要留在我们身边，还有很多事得做。这个先放弃好了。这是什么？进这个吗？饥饿沼泽。带着大汉多囊前往仪式地点。圣光啊，你感觉到了吗？这里的沼泽魔法更强了。你在这里干嘛？我年轻的时候，瓦莎就带我来过这里。你可以在这个地方面对你内心的恶魔，无论那是恐惧或是悲伤。谁说？不，不要！我已经受够这些事情了。那你还能怎么办？嗯，赫拉迪姆，在沼泽里，所有事情都有代价，就连你的魔法也一样。不管你觉得自己的想法有多合理，
你都是错的。我，你的冒险精神呢？啊，应该还没跟着青春一起消逝吧？去外面为沼泽献上祭品，一只戒指，一条项链，任何你珍贵的东西都可以。你去外面的时候，我们这位朋友会去收集两样东西：驱虫农液和黄莲花。这太愚蠢了！你要共同进去。今天不行，但我总有一天要摆脱那股困扰我的不安。瓦莎把我培养成一名女巫，我没办法接受她死了。我能理解她为什么会在莉莉丝身上看到未来。圣修亚瑞之母跟哈维萨女巫其实没什么分别，不过我绝对不会逃避制裁伊莱雅斯的职责。就这点来说，我永远无法理解瓦莎的想法。那更因为被绑的不是他吧？在区后收集农艺，收集黄莲花。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哎、欸，天哪！好，大概到在哪里了？朝驱虫有驱虫方向前就会找到驱后吧。我还没准备好。我必须再等一下。按错喽。必须再等一下。没有口误，选错了。哦，看来是走对喽。真是屈后，出现了。
道太难打。哎呦，应该是不行，类似地层的东西。就在最上，啊不就在上面，我没有走到底，哎呀。但以为那个走到底了，可恶。好痛，我讨厌这东西。绝不会是这一条，但是撸碳干净，然后养成好奇怪吧，撸碳干净，说不定狼手特性就在那个方向，对不对？绕一圈回去，他明就讲魂灵不足，不是反点力的那个。
哎，哦，走错路。拿毛巾擦汗，拿手帕擦汗，嗯，看错地图。是在浪费你的，还有我的时间。看到那些火盆了吗？点燃它们吧，然后我们就喝茶。稍等一下。对呀，用是要等什么？徐厚的粘一根。沼泽呼唤你的灵魂。抽出让你痛苦的部分，就像从伤口中吸出毒素一样。为什么？糟了！为什么有一个倒了？他们来了！父亲，我们倒了。我说我们现在看的是……别担心，波兰的视角。父亲，尤里，是你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儿子，拜托你回来，回我身边。我不该让你走，我不该答应他，早知道就让你留在爱德海姆。你为什么会让我去？我不知道，我看到你的表情，你已经准备好了，你非去不可。没错，而且我会再去一次。不要，拜托，拜托，父亲，我准备好了。比如说，有时候啊，失去一个人，那传送门真的需要好好的扶一草，宣泄一草。我这时候现身找我，到底有什么打算？所以刚刚是多南视角，现在是我们自己的视角。崔凡克的幻想，我是不是警告过你，赫拉迪姆只会撤后退？看看他们，完全被情绪吞噬，忘记了真正重要的事。莉莉丝才是真正的威胁，不是伊莱亚斯。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害怕他，因为他要取代你的机会。要是他吞噬了我，圣修亚人就会万劫不复。但你们还有机会阻止他。要是我帮你开传送门离开这沼泽呢？让赫拉迪姆来对付伊莱亚斯，那是他们要承担的罪孽。我们可以一起阻止莉莉丝。
知道谁是我真正的同谋，是我的朋友，带我回他们的身边吧。青钻之日终将到来，到时候你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。走进传送门，回到你的朋友身边吧。要是让莉莉丝得逞，那也只能怪你自己。如果你是说伊纳瑞斯的话，我可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。他曾是我的阶下囚，我看过他的真面。他和莉莉丝没有你所想的那么不同。早在我囚禁他之前，他的内心要充满憎恨，我只是让他变本加厉罢了。那他憎恨的是什么？当他逃往你们的世界时，也带来了那股憎恨。憎恨自己的使命吗？因为那城市天使。那怎么回到高塔了？我还不清楚，他到处漫步，持续好几个小时，直到茶的效果消退为止。一趟穿越沼泽的长途旅行，看来比短程旅行来得有意义。你的效果持续更久，你也像赫拉迪姆那样面对了自己内心的恶魔吗？啊，不那不是内心的恶魔，希望那是最后一次了。我面对了这实在的大罪恶之王。我们开始吧。在锅子里混合水银，那个注意火候，转轮要转两次，不要多不要少。先把硫磺磨碎，小心一点。这是上次不一样的转轮，多转了一次啊。成了吗？就这么简单吗？你根本不知道这有多痛苦，有多少东西要面对，要克服，才能使出这个魔法。我是不知道，但是好了，既然完成了，就别再耽搁。没错。我们在萨卡兰姆堡垒还有任务，该了结他了。
你要陪我们一起去吗？迈进一小步。哦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把画面转到罗拉斯的身上了。对 ，OK。去看看罗拉斯那边。感谢各位的收看呢、啊。如果想我实况播放到 Twitch、YouTube、FB， 在这些地方帮我搜寻“游戏时光机”，然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追随。想看更多《爱乐快神》后续吗？麻烦你订阅、分享、小红花。再次感谢各位，游戏时光机，我是时光主播云云，爱乐快神，我们下回合再见了，拜拜。